好了才华，由他独揽全部词曲创作的专辑《The Road》一经推出，便以惊人的速度全部售罄，荣获专辑实时销量榜第一位。那么今年呢，黄子韬将与杨幂共同出演电视剧《谈判官》，让我们共同期待在电视荧幕上看到子韬精彩的表演。哇哦，太帅了，快来留下你的名字。来，请子韬站在中间给媒体朋友拍一张照。 好，先来媒体区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这边有问题要问哈，因为涛呢真的是非常有艺术天分，不仅会唱歌，而且还会演戏，而且呢在最近是首次用电影的身份，然后以青年演员的代表身份出席了第八届中国电影协会的年度盛典。对于这样的一个身份，你满意吗？喜欢吗？我觉得特别的荣幸，然后也谢谢大家能够喜欢我自己写的原创音乐 C-POP。我会继续努力。那未来有什么计划吗？未来就是把我的音乐作品跟影视作品一步一步走好，然后用实力证明给大家。我们也非常期待啊，非常努力的这样的一位演员歌手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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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小心小心谢谢。